大少东给我送了一个这个，哎，这是这是什么东西啊？不知道。戴少东，这是，戴三岁要勇敢，这是他的这个应援的那个，对，他送给你了。哇，我觉得他也真是想跟我说的话呢，就没事就跟他聊天。啊，最近他就上次结束的时候，他就感觉说，怕这一次会离开，然后就跟我聊很多，但是他的心态也很好。我会一直留着的。因为我的枕头上很喜欢放这些东西，因为每天回来就会看到它，然后也会睡在上面。小雨啊，你看，我刚才已经说了，我已经把它放在这是什么东西？你给我介绍一下。这个就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毛巾，中间右面有我抖音的名字。对啊，我看到了。对，戴三岁，然后有中文，有日文，还有泰文。对。哇，这个、一个设计款的毛巾，就放在我的枕头上。Okay, 阿姨，给我拍张照片好吗？我感觉我好可爱。我为什么这么可爱呢？我很 A 了。我觉得我应该慢一些。谢谢。我回去我就要在这个背面写上我的名字。回去写。刘宇亲笔签名上。收。